湾行动式老人文康休闲车，十二号正式启用，提供馆内长者多元休闲娱乐的机会。副馆长林明如宣传文康休闲车的功能，呼吁长辈多多预约使用，大家做伙创造高龄友善的社会。啊，我们一年要服务300场次，啊，让我们的老人家可以在老人文康休闲车可以欢唱一整天。我们希望营造彰化县是一个幸福宜居、我们友善的城市，就从这一台文康休闲车开始。让这些长辈呢，可以来申请唱唱歌、喝喝咖啡，光天有烧的，然后热天有凉的，啊，长辈非常的喜欢，啊，希望讲咱这些长辈唱唱歌，然后跟一些老朋友聚聚，是非常快乐、幸福的一件事。文康休闲车除了提供老人社会福利服务咨询以外，也配合县府办理的活动，扩大服务的范围，宣传社会福利政策和卡拉 OK 唱歌的服务等等，希望透过文康车的巡回服务，落实在地老化和全新老化的理念。广播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会音。